一个中韩混血的新男子团体 UNIQLO 首次上综艺节目宣传，结果遭到主持人小 S 啊又伸出魔爪。小 S 的大胆作风啊，真的是吓坏了这群小弟弟们。但其实小 S 她是大胆人妻，早就已经摸遍了娱乐圈各个帅哥美男，像是吴奇隆、刘德华、韩庚等男星都难逃其手。中韩混血新男团 UNIQLO 五个大男生上节目玩游戏，就碰上大胆主持人小 S。 看到帅气男团，小 S 大胆提议才输的就得面对袭胸处罚，没想到第一回合周艺轩就输了。欢迎你来我们节目哦。只见小 S 大胆以双手贴在胸前摸了周一轩一把，大吃内心豆腐，瞬间把人妻身份抛之脑后，笑翻来宾。但其实小 S 可以说是摸遍娱乐圈各种帅哥美男。你有穿肌肉装吧？里面我没有穿肌肉，可以了，建议镜头是绝对厚实的。歌手杨宗纬上节目也难逃小 S 的魔爪，被摸后一脸娇羞，好尴尬。就连金马影帝黄渤也曾遭小 S 袭胸过。好了，我去捏一下你胸部了。综艺节目爱玩袭胸梗是为了效果，不过偶像剧中的袭胸确实相当浪漫。本来拿起听诊器只是想为了听见对方的心跳声，最后却成了男主角淘气捉弄女主角的桥段，着实让人又气又好笑。记者林东明、王梦婷台北采访报道。